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Golden 圈，很沉重啊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打音游，就是在考大学之前最后一次打音游了啦。就是剩下接下来的11个月吧，大概10到11个月，我要准备大学学测了，所以音乐游戏会暂时先摆一边。当然，读书先摆第一啊，所以来说稍微说一下我的战果吧。我怎么对啊？战果了，因为在放错了，在我就是在我这段时间，就是从国中3年级考完科学班到现在，这么久的时间了，我其实还做到了蛮多的事啦。然后我那时候国三考科学班之前，那时候就 L 章没有办法摸到什么东西啊，90出头万，然后 good 喷一大堆，然后连 FD 连个9都没有啊，然后你。现在，对啊，100万了，所以大概说一下做什么吧。赛车啊，赛车你们，谢谢。那个赛车就是 YouTube 才有影片，因为 B 站我先没有，暂时没有先放赛车的影片啦。你们想要看的话，就是到 YouTube 来看一下。那，对，然后。车子都还蛮不错的，所以等我先把它全部划掉。然后接下来先讲 C1 吧。C1 啊，C1 是我第一个入坑的音友啦，就是那时候同学介绍的，结果现在玩的比他还强。C1 你们知道啊，全服没100万，平均 TP 99.5，是真的有99.5。因为我在假的99.5以前，我有先去看一下排行榜，结果这里写99.5，然后这里写99.49，所以我有确认过，这个是真的有到99.50了。就是因为之前的平均拉太低啊，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子的。然后 L 章就是。那时候就先，对啊，TP 都96.97、98了，也没有到太高了啊。L4 那出 MN 是最高98.75啊，其他没有什么刷啊。L6 刷到99了，这个，有点惨的什么 L10 吧，我记得，对啊。这个我 L9 应该要刷到99，有点可惜了。L10 对 L10 最惨，96.54啊。表里 FD，我觉得好像没有人看过我表 FD 的成绩啊。表 FD 99.46，因为同学把我的成绩刷掉，所以我才逼不得已刷上去的。然后里 FD，对，98.95了。就是那时候的最高，平均99.74。那然后就 C 二，跑慢，早知道不要划掉。C 二就是2月21号晚上。硬着头皮去把它清完的，平均99.75了。Easy 是制霸的，然后 Hard 有清100部分了，然后 Chaos 基本上没什么清，然后 Glitch 的话，我记得就那个旧的那一首，还有那个 Nora 的 Best of Hardcore 啊，其他就很该死的 Chromevox Glitch 差一颗啊。然后后来想刷都没有办法刷，对啊，然后
看一下大家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五柱三巨头，还有那些比较难的歌啦。这五柱就是 Hydra 说上去9937 Liberation，我一直都觉得是比 Rebirth 还要简单的啦，就是因为 Rebirth 那个点的话很烦，那个点的话就是很容易被就是不小心滑过去，然后就 miss 啊，然后或是什么。后面自己震出一个 bad，那很常见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liberation 是比较简单的啦。然后拉面神，没有时间再打上去了，但是我觉得就反正都可以再打更高啊。光道9931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打的，我是用这台平板打的，因为我有一些 TP 是用手机刷上去啊，那个加速段真的要这样子，真的要这样子打会比较。好一点比较容易中了，Rebirth 就是我不好，我凭良心讲我不喜欢这个谱了，但是这本来就是有个人的比较主观的想法了啊，这也是我今天刷上去的，这已经几乎没什么，对，就掉一颗，对我是没有准备，就直接讲的了啊，这个是 Dropping Light Speed 的，我很难到爆。平板几乎打不动，我是用手机 M 的。然后 IV 哦，那个我刚刚把 Sigma TP 100了啦，然后费尽千辛万苦有99的，这是用手机的9985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第一个 M 的15是 V，然后现在都没有再刷上去，我这后来都没有不怎么会打了。然后，被误触，我超讨厌这个，因为点滑如果用一单指滑会 miss，两指滑会 bad，所以我真的超级讨厌这个。然后 glitch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出新了，有9951好像是一 miss 吧，这是用手机打的。我先说这台平板绝对打不动 FD，因为那个点滑有够烦。小的小一点可以，但是我这台有真的对我来说不行啊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改100的，然后哦这个哦，I miss 手残，掉锁链。其实我 IL 是可以 TP 100的，如果没有去刷你 FD 的话，其实是有是可以真的可以到 TP 100的。这个、哦、啊 Vanessa 我就 XYZ 啦，XYZ。尾杀掉尾杀，所以大概是三黑 P 了，也想要刷100的东西。Chaos 这个已经100了，然后7分钟的、哦、那个有一个哒哒哒哒哒哒，那个我抓不到节奏，对的，哦，后来也没有什么刷，对啊，我都没有时间了，因为都被 DFD 拖累了啊。其实我最近还是本来想要再打一个 Trinity Saga，结果可惜就没有时间了。我本来是。想要 TP 100 Trinity Saga，结果不小心不是不小，就是反正就是意外的把 Sigma TP 100来了啦。长颈鹿哦，长颈鹿，Fuji Rumble TP 100了。那个我觉得比较可惜的，Soldus 是我觉得最可惜的。我可以刷更高，但是我 M 了之后，后来都手速都上不去了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摸。哦，圣剑我 TP 比皇冠还要低，因为皇冠我是用手机打的，皇冠用手机会比较简单，然后圣剑用平板比较简单，所以这就为什么我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圣剑比较简单啦，简单一点点，但是皇冠如果用手机的话，真的蛮简，不是蛮简，就是简单非常多啦，这个哦，这个我科普一下，就是这个是给这个叫全家死光，就是我那时候就直接叫全家死光啊。这个不是我们都会死，9948对，然后 Nightmare 也是比较可惜，可以100的啦，对，然后 Dynamo 我操不喜欢，100了，然后玩具盒也我也没有什么刷，9969也算是可惜的东西啦。然后 Alice 我就不点进去了，Marigold 9997，
然后 Anima 996级还是六级吧，反正我觉得 Marigold 我本来也可以100的啊，我就对啊，我觉得 Marigold 不难啦。然后 Hans Miss Lost in Norway Aragami 都有99.5了， Connor 特别说一下了。这个，因为后面因为有一个连打喷了六颗，被攻针喷了六颗，然后我先讲 Forward 对刚刚刷的9982，很抱歉，我要跟大家说一声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比李 F 跟李 FD 差不多难的，我完全打不动这个东西，我用手机 M 了两次，但是我平板 M 零次。这个东西我平打的平均落就是 miss 的比例还比李 FD 还要高，对啊，我自己是完全打不动岩浆，岩浆是我觉得里面就是 CL 最难 M 的啦。然后 Sagar 外星人9992我不爽，细烧997级吧，对9971啦，哦，我就那一次是喷尾沙，对我尾沙只接过初见跟 M 掉那一次，啊 ，C 二差不多介绍完了，然后 CKC 9997啊，我就哎呀，然后 RK 啊，之前说摘星了啊，我就摸到了12.37啦，然后我就意思一下就打个 Alexandra 批掉了，然后 Battle Number One 批掉了，然后基本上九加跟死我都没有再刷了，我、哦、对啊，嗯。嗯，都有98了，然后真的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 try complete， 就是没有办法用普通的协调过，对，我没有手速其实是我的比较弱的地方，然后可爱，换回我的可爱。最后是 Dynamics 我最近很少玩啦、啊、因为也没有什么对我来说重要的活动啊，我 Giga 15就剩 Coquettos 没买而已啦，所以就是当然为什么又要下载我也不知道，就剩 Coquettos 没买，而其他都基本上我很少打 Dynamics 啊，所以就大概这样子、啊、然后奖牌的话我一段到九段是金框了，然后一二段是有连闪 Omega， 十一是蓝框，然后12段连过都过不了，对啊，所以好了，介绍大概介绍到这里吧。然后因为今天是 FD 日，所以我还是用 FD 来跟大家说再见吧。希望我大学考试顺利啦，也没有白费我这一段时间，还真的停下了脚步了。好了，再次离 FD 了，多少随缘了。不理了。多久没玩了？
对啊，太久没打了，好啦，所以就是，我也希望考试能够考得好了。2011，对了，太久没打了啦，真的喜欢。好了，所以那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了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然后之后的影片都是会以定期发布的方式来做。上传的了，所以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喽。然后难度虽然很简单了，就是因为我青浦都有录影了，所以就给大家可以当普遍确认了。然后希望大家都会喜欢，谢谢大家。